这个呢，我们刚才也看过了，就是 Northwest 啊这个呢，然后这个呢 ，Free Simple 呢，它有另外一个看法 ，Reversion 和 Remainder， 就是给了它一个 Measuring Life 之后，它还给它的 Reversion，嗯，给了它之后，它不剩下来的，对，就给了。其实这个有一些时候，我觉得还好像看得很乱的，可是你反正你明白就可以了。这个我那刚才所讲过呢。嗯，这个呢 ，type of real property， 这个看不见。这个其实它写什么是 freehold， less than freehold。freehold 就是我们的 life estate 啊 ，estate in fee 啊那个。啊哈，那这个呢就是 encumbrance。好，这个。嗯。这个全部都是图。都是给你的，对，都是图片。那好，这个呢？叫 deep covenant， CC&R 了， CC&R deep covenant 就是有什么权利，比如说你是房东的话，你可以这个是，他不是不考，他是讲的比较好像复杂的样子，可是我觉得OK 给人家看看也行，所以我没有跟他这样子叫，因为我觉得好像太复杂了。Encumbrance property is not encumbered， 就是如果你要买的卖的话，它呢不可以有 lien 你上去。Encumbrance 的例子就是 lien 嘛。Quiet enjoyment， 什么是 quiet enjoyment 呢？就是一个房子，你可以在里面呢很安静的去睡觉啊。房东 landlord 他24小时通知才可以去你的地方去收礼啊什么什么，所以 quiet enjoyment 是房客的权利。什么 further assurance 啊，这个我们都不考的。Warranty 也没有的。所以这个我很少去讲，这个我讲的很多。